开局就战虚空幻影，来吧，大 boss， 老莫今天就来单挑你，让你尝尝老莫的厉害。先来储物箱取点食物，香溢煎蛋面条来一份，再来一份香溢水果拼盘，烤嘟嘟鸟当然也要一份。这个箱子是附魔要用的副材料，重力结晶、火种、雨林之心碎片、闪电核心、创造晶体、蝙蝠牙，再来这个箱子看看，都是星星礼盒呀，这个也是附魔用的。弹药，里面都是实践呢，这个得多拿点。再来最后个箱子看看，三大圣物，老莫背包已经满了，先把火箭背包、乌金装备穿上吧，腾出地方来。神圣果实、烈焰断剑、食人之眼，先装起来，然后再来给公母服个魔。主材料，万能激活石，副材料先用火种吧。点燃等级5，已经不错了。再换闪电核心试一下。闪电鞭等级5，再换雨林碎片。刷新了两下弓箭伤害就125了，够用了。走，上祭台献上宝物，召唤出虚空幻影，最左边一个放神圣果实，中间放烈焰断剑，最右边放食人之眼。什么人胆敢破坏我的计划？老莫今天就是专门来会会你的。你的速度确实还蛮快的呢，老莫何惧？献出你的能量吧，挑战者。老莫今天这弓弩可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尝尝我的闪电五连鞭。你会飞，老莫也会啊。献出你的能量吧，挑战者。今天暂且撤退，来意再战。哎，这就没意思了，幻影兄，打不过就逃跑。拜拜，小伙伴们，下个视频见。